在凯特，凯特一学艺吧。是冷傲的情人。还行吧，反正差不多。愤恨爱皆为混沌。正常肯定是带 AP 的好一点 ，AP 放好一点。绝非为了服从命令而生，变革之风驾驭情绪，还闭了。哎呀，还行，换一个。无法吞噬火焰的东西会被火焰反噬。没事，抽好几轮呢。今天不是四倍吗？团结一致的同义词是服从命令。宇宙渴望混沌，如果你不控制我，我将终结你。愤怒在积攒，我不得已之事应如无悔。怕是要出影魔刀是吧？这个阵容。
OK， 那就差把艾克的大人头给剪了。吓死我了，走了走了。这艾克，这派克怎么出肉的呀？肉艾克，肉派克。感谢一寸光阴半寸长，续费见识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这操作震惊。直接踹一脚就走了，对。混沌将把你击垮，我将亲自操刀。
我的天，操作一下。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啊，少了点，少点音乐还是什么怪的。愤怒在积攒，有种很空旷的感觉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。还不如不来的，还不如不来呢，送了个大的。直接送了个大的，送了个一千。开始掠夺资源，驾驭情绪，宇宙渴望混沌，无序混沌毁灭，这就是生命。愤怒在积攒，冲击波，我渴望混乱，我欲求战斗，忍不住。打呀哥，不管，这波就是被瞎子害死的。不管，就是被害死的。
这瞎的还闪现跟他摸我一下跟感觉就直接上去了。没事，后面打完了还抽呢，别急。后面好像还有两个呢，谁中了？我看一下。你真是来和我聊天的，又来了。是虎牙的黑幕，虎牙背锅。虎牙系统背锅。行，我直接走，直接回头。秩序不需要盟友，他只需要奴隶。行了，这波能给队友做的都做完了，尽力了。尽力了，又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冲。中了之后那个私信里面会有的，那个私信里面 私信里面会有那个会有消息的。力量就是孤军奋战，
哦，他跑。我感觉影魔刀比那个比那个什么盾弓厉害呀，影魔刀好像比盾弓厉害呀，感觉影魔刀能扛能扛的比那个盾弓还多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。再做个15，又肉又有伤害，跑得又快。我知道自己是什么，就差没有血量了，要是有血量就完美了。是的，把这个被动盾当盾弓用呗。踹！咋不开踹呢？小龙大龙还是换一只无双、啊、跑得快。我历任的黑暗不及你内心的黑暗。你选择的阵营辜负了你。小心！
啊！操！这 AD 的打我还是有点痛的。AD 的打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痛。好吧，原来影魔刀扛的伤害也只是看起来多，好像他实际上扛的伤害并不多，只是让我看起来很肉而已。他只扛了110，夸早了。是的，原来只是看起来的。哇！啊，这么快！还行啊，感觉我这套出装也还可以。